小宝要打手球比赛了，看他开始前还有点紧张。蓝队上场了，我居然不知道他还是队长。比赛开始了，一定要加油啊，小宝！啥情况啊？哦，原来是小宝跑错方向了。小宝拿球，漂亮，进球了！相信这次也能。失误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啊，这应该是手滑了，相信这次一定能瞄准。呀。上半场结束了，小宝这一队9-8暂时领先，下半场继续保持。不愧是小宝，还登起了守门员，漂亮，第一个球就守住了。最后蓝队以23-20赢得了比赛。无论结果怎么样，重要的不是输赢，而是你每一次的全力以赴。认真的过程比最终的结果更让我感到开心，加油可爱的孩子们。那你们想不想看爸爸比赛呢？今天去上体验课啦，爸爸签个到，好多人，丁丁好像很开心哟。哇，还有闯关卡，体验课马上开始。哇，丁丁最喜欢排队啦，既然是第一名。你怎么不开心了？笑笑笑笑嘛。走，我们去闯关啦。第一关，钓鱼抓龙虾，爸爸一条都没有钓到。终于钓了一个大龙虾，妹妹要保护好它。第二关，打保龄球，我不会告诉你们，今天砸了6次才砸中啊。接下来套圈，中，好嘞，再中，看给你高兴的。老师盖章发金币，还得了2个玩具。走进童年是什么呢？哎呦，爸爸跳这么远，老师都奖励了2个金币，这是啥呀？你们认识吗？看了电影，还给小丁做了新衣服。爸爸参加了丝瓜比赛，结果还喷出来了。最后吃了自助餐，很好吃哟。妈妈又打了一大盘，看他开心的。丁丁今天很开心，但是他上学会不会哭呢？妹妹该上学了，妈妈带她去体检，爸爸去交费。下电梯了，你看她开心的跑得像兔子一样。准备体检，加油，妹妹。妈妈扫码做登记，再量身高和体重。嘻嘻嘻，你们猜丁丁有多重？医生还给他照了一个相，再检查检查眼睛，回家要少看电视。听听他的小心脏扑通扑通，很健康。看看他的牙齿坏了没有。下一站要去抽血了，妹妹一定不要哭。没事，一点都不疼，安回就好啦。你看不流了吧？最后打印体检报告单。体检呀，我要去下学呀。你们猜丁丁上学会哭吗？妈妈妈妈，我们家进老鼠啦！我们家住在38楼，不可能有。小宝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去找爸爸吧。爸爸，我们屋的老鼠在开会。啊？不可能！真的有。走。啊？啊？在被子里，爸爸小心一点。是小丁在磨牙。哎呦我的妈！他最近老睡不安稳，还时不时腿抽筋。这明显是缺钙了，可以试试这个三金复方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，它里面含有2种有机钙源，葡萄糖酸钙和乳酸钙是1:1科学配比，一瓶就有1000毫克有机离子钙，可以解决孩子成长期各种缺钙的问题。液体型钙好吸收，不刺激肠胃，还是好喝的水蜜桃味呢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还是爸爸有办法。终于可以睡觉了。小宝走。终于安静了，这大半夜闹的。小宝，走去看恐龙。我作业还没写完呢。坐车上写，走。啊！我们来啦！爸爸，好多恐龙！哇塞，这个恐龙这么大，这个恐龙怎么背了一个3
这个看着怎么不像恐龙啊？爸爸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还碰见了我的弟弟，走去看恐龙。这么多恐龙蛋，会孵出小恐龙吗？这根火腿肠这么大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个恐龙怎么长了一身刺？长颈鹿也搬进恐龙馆了吗？这些会飞的恐龙是什么龙啊？弟弟，不要怕，我来保护你。这个应该叫梦马象，我玩得很开心，你们来过吗？爸爸，我都不想理你了。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来来来，航员，长大要当宇航员。小宝，祖国带你去科技馆哦。那我就可以看到宇宙飞船了。哦耶耶耶耶耶。爸爸，明天我们几点去科技馆？我明天出差就不去了。啊？那好吧。哎，那你回来给我带个宇航员吧。好好好。好，挂了吧。哎，爸爸，给我带宇航员了没？哎呦，忙起来忘了。你每次都是这样，说话不算数。小宝，爸爸真的有这样吗？哼，我早都把宇航员买好了。这可是 Top Toy 渠道限定艺术典藏版，赵子和身上都是电镀工艺，你看它白色配金色，充满潮流科技感，还是半解剖设计，看这么多地方都能动，太空漫步单脚站立都不在话下，厉害吧？爸爸，看这样多好，满足了我的梦想，还做了一个言而有信的爸爸，给你点赞。幸好买了，要不然妈妈又该批评了。今天做粉丝咕卡砖，你们俩一人选一个粉丝宝宝。我选他，我选他。谁输了要接受惩罚。小宝先来。好的。第一次做粉丝咕卡砖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这次小宝选的是个酷酷的男宝，还把自己心爱的蜘蛛侠贴画都安排上了。谁想要做，悄悄告诉小宝哦。别忘了给小丁小宝加油。做好了，等待脱模。小丁再来。OK。 小丁开干了，肥嘟嘟的小手还挺溜。看他先贴了一圈粉嫩嫩的花边，这次他选的是库洛米女孩。你们想小丁给你们做，还是小宝给你们做呢？都做好了，等待脱模。哎呀，你怎么买了个这么大的电视？让你追剧啊，这可是 VIDA X85 Pro 电视，它可是高亮高刷高色域，并且还有5单元2.1声道剧场般的音域，追剧肯定很爽。听你说我还很期待呢。妈妈别说了，快看看咕卡砖怎么样啊。好，这是小丁做的，这是小宝做的，谁的好看呢？小宝好看的扣一，小丁好看的扣二。走走走，我们去看爸爸买的电视。这个终于这么大。小宝，六一儿童节妈妈给你准备了三个礼物。第一个在最高的地方。最高的地方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哇塞，是我最喜欢的六合体。第二个藏在打开门找不到的地方。一定在门后。哇塞，妈妈，这是我最想要的滑板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还有最大的玩具在客厅。客厅可真凉快。当然了，我用智联模式提前就把客厅的海信健康抑菌系列空调 S550 打开了，它还可以上下分区送风，也不会对头直吹，舒适自然风一点都不刺骨，每小时1400立方米大风量，吹出洁净好空气。我说呢，哇塞，这个终于这么大。妈妈教你怎么玩。妈妈，我太爱你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小宝，我在这儿呢。小朋友在人群走丢，切记这样做：一，站在原地不要动，这样妈妈才能从人群中一眼找到你。妈妈，吓死我啦。二，不要大哭大喊爸爸妈妈，这样坏人知道你走丢了，很有可能会被拐走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儿啊？三，如果有人强行拉你离开，一定要大喊救命。走，跟我走。不要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四，可以去寻找穿制服的人求救，并告诉他爸爸妈妈的姓名及电话。切记出门一定要跟紧爸爸妈妈，